大家好，好欢迎各位莅临加拿大墨韵琴声书画会15周年聚餐。多谢各位在百忙之中抽空嚟，令到本会增光，多谢晒。本会就喺15年前咧，就由伍怡生老师创办嘅。咁不经不觉就好快，今年已经15岁啦。本会时光飞逝。咁回想起當初咧，由零開始，就好似一步一步慢慢學習，亦都好多甜酸苦辣，幸得好多位前輩對本會嘅關懷、愛護、支持，非常之感謝。咁而家我哋今次咧就係、特別，就係、第8屆嘅新理事就職典禮。咁希望各位繼續可以支持佢哋咧，繼續不斷不斷好多嘅15周年，繼續憑住阿老師創會嘅精神推廣中華文化。多謝各位。好多謝黃老師。呢邊1、2、3。恭喜發財！